没想到八字美竟然是操控他霸凌的幕后黑手，我不得不把目标再次改成八字美。今晚零点过后的推艺神秘艺术展或许能帮到我。作为去年参加过展览的人，我知道展厅的构造啊，可以做一个不可能的杀人事件，但同时我也需要一个人帮我。这不会已经出真相了吧？我看，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里有那个，有那个影子，谁有铅笔？我建议你们不要划。划，因为指向了一个人，我已经感觉到了。我建议你们不要划。来划，你划。也就是这个小东呢，想要去杀 respect 是吧？他要解这个所有的大诅咒。然后随着他自己的发现，他觉得要杀八枚。娃娃的方向啊，应该是每个人都需要在一个房间里去操控他。你过来，你上来，别在那儿拧了。这娃娃可以转动啊？可以啊。转了又怎么样？这个是可以转的。你看，我上去了。我从这个房间到了另外一个房间，直接进入到，感受一下旁边是哪？你太重了，就拧一次转一下。为什么踩到圆圈会有警报？就是你需要工作人员开启工作状态之后才能转呀。但我们刚刚也没开启啊，刚转的时候。但是只要踩上去就会有警报。不能踩上去。你不能这东西转的时候上面不能踩人。那再拧一次呢？它是固定的。反方向拧就回去了。这地方。我不重要，等会儿。再逆时针一下。没有关系。只有来回。它只会这样来回一下。哎，我到 F 了。我知道。他每次只会啪。左右。我想问，每个房间的娃娃都可以这样吗？都可以啊。这扇门是重要的作用，是你转到这面墙壁可以连通这两个房间。这是这个转圈的作用，而不是说人站在上面让人转过去。人不站上去，他怎么换房间？你看这扇门，就那个按钮按了之后，可以少走一对，他可以让少走一道门，通那个就是原门。他是要换门，对，不是要换门站人。是的，哇，推探好聪明哦！你得帮 X， 你怎么能把这个推出来？谁都可以啊，除了不是我以外。为什么排除你啊？为什么排除你啊？我没听懂。你是离这儿最近的人呀，你怎么可能会被排除啊？来试一次。好，来你们回去。被排了？你排除了？不可能。这样的话，意识回不来的嘛，所以意识不 OK 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回来的次数不够。我们想一下他的可能嘛，除了这种杀人方式，有没有第二种？没有。有没有地方我们遗漏了一个？没有。从 F 开始的路线也是万物的定律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从 A 返回每个人房间的次数。我们注意到这些次数之后，其实能返回的就只有 C、D 和 F。我也觉得 E 不可能。你刚才说你不可能呢？刚才是瞎说的吗？除了这种杀人方式，有没有第二种？没有。有没有地方我们遗漏了一些？没有。从 F 开始的路线也是万物的定律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从 A 返回每个人房间的次数。我们注意到这些次数之后，其实能返回的就只有 C、D 和 F。我也觉得 E 不可能。你刚才说你不可能呢？刚才是瞎说的吗？你想一下嘛 ，E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？因为它只能这样的呀。摁完之后，通过这个门去到 C 呢？我不可以这样逆着走，这样我浪费。通过门走吗？那 F 必须走到 C， 那不就一次了吗 ？C 是不是必须得走到 B？ 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没错哈。回来。四次、五次，还能怎么走？六次，这也是六次，七次。六次。
六次还掉了，河北脑 E 是吧？对啊，怎么走都是七次。啥时候？怎么你们的表情都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？有点不甘心啊，小三手，费尽心机的不想排除一个人，我不甘心。你再不甘心也没有用。他不想排我呀？我觉得排出去了，你不是不想排你。今天因为我想蒙一个，我已经准备好蒙你了，结果你被排了，我就觉得今天白过了，打乱了你今天的步调，跟 X 商量的都不对了。那 X 没有想到我们竟然有一个另外有个算术小天才，你碰到对手了，你是最有嫌疑的，你们俩，你踢到钢板呢。你最像。你太反常了。好好好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我觉得是这两个最像，二选一。对我来说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我，不要选别人。我这儿呢，他也能排出去。凭什么？因为他就是 F 啊，他比我们就是说更最简单的杀人方式，但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到 F。 哎，对对对，你这个对，但你把他排掉就是自己嫌疑更大，他都 OK 的话，他搅局。不是，我觉得是你搅局，是你在搅局。 他一直在附和。我真的觉得你有点，而且你今天对我都没有敌意了。哦，是我。我的理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一定知道我不是，但是呢他是最可能是的，因为他就是 F 嘛。但是如果他是 F 就太理所当然了，所以一定是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在我这看，如果你认可我刚才说的说法，那你就一定认为是我。那我是 C， 我是不是比 F 更容易杀人再回来呢？不是的，因为你不能在 F。 啊，你的意思我懂了，就是 F 的杀人动机和杀人方式太直接了，太直接了。作为凶手其实应该放在一个 C 这样的位置。哈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心从心态上来说是对的。对，不会是你吧？而且逃脱了，定是，一定是你，定是。你认了，你也认了，你们怎么现在都用这招？我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排的。不，就一定是他，就你不是刚，没有刚。我从一开始在动脑堂我们在聊线索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不自然。他刚才这番讲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不自然。嗯，跟他的以往有很大的差别。是的，费尽心机的不想排除一个人。我不甘心。你再不甘心也没有用。然后再从这一系列的这些行为下来，我觉得就是他，没得跑。因为弟弟他呢是只要发现了线索，他就觉得哎，我有想法了，我哐我就往外说。嗯，门禁系统只有在 F 的房间有，所以如果凶手想作案的话，不论他在哪个房间，他都需要先到 F。从 F 开始的路线也是万物的定律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从 A 返回每个人房间的次数。我们注意到这些次数之后，其实能返回的就只有 C、D 和 F。啊，就这样把我排掉了。这就是我的逻辑，因为我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嘛。OK， 您好，是为了平衡局势，因为我猜白羊座身上有两票，您好身上有一票，那我投您好的话，二选一打平，我们还有机会赢。我觉得既然能操纵选票的话，我觉得一定是在 F 房间作案是最方便而且不会出现意外的一个方式，所以我最后是选择了把票投给可。按照规则，获得票数最多的宁浩被锁定为真凶。那么本期案件的锁凶结果是完胜。本期案件的锁凶结果是本期案件真正的凶手是柯道乐。另外，本期是否存在 X 呢？本案存在 X。我不得不说，我们俩有点默契，太牛了！我们俩真有点默契。
的直觉真的很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太恐怖了，他这点跟八姐太像了。没有，其实你也是说了那句，我有点醒悟了。我觉得我跟他哐哐在那杠，然后他也不敢跟任何人对视。对，而且他最后说那个就是，你逃脱了，一定是你，你们两个是有点紧张。我那个时候已经紧张了，其实直觉真的太准了。你被你的无逻辑流毁了段子了。醒醒啊，白宇！那你想从他的逻辑在哪吗？是因为你们俩又把焦点，你每一次把火往自己身上烧。不，你最后为什么会投我呢？你记不记得他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，我早就锁定白宇了呀。他呀，我跟你说定子才我锁住了都已经。对呀，所以他锁了白宇，我觉得白宇身上有两票，我觉得你也锁他嘛。然后我就想，你怎么知道我锁他啊？你跟我说，你一直在咬他，结果你最后投他。我以为他投你，所以我要投你一票，这样两票两票，哪怕是你们两个人二选一平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赢。好吧，万万没想到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到最后还怀疑我。其实我在你们聊那个门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懵的。就是那方让我觉得你怀疑非常大。主要你还保了他一番，我这。是他保他多阳光啊，我保的是正常保，我得了四票也是绝了啊。我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下，他们说白哥最厉害。是啊，是厉害啊。你不知道你来之前他有多厉害。我这三天我只看到一个我必须要给你发挥的空间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对我太好了。哎，姐姐，哎，我不是你的姐姐，我是你女朋友。女朋友，我喜欢看他们拿金钥匙的感觉。我们金氏家族，那给你们颁发金钥匙，再接再厉啊！两个年轻人，年轻人的天下了，年轻人的天下了。我们当然知道是年轻人的天下嘛，哎呀，所以才让你们发挥发挥嘛，是不是？我是八字美啊，我没死，所以你没有杀人，钥匙放我就在你身后。哦 ，Hello，Hello， 好吓人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知道就好啊。要是道歉有用的话。还有我们这杀手有何用？